一位，我们可以请，胡韵阳。各位评审、老师、家长和同学，大家好，我的名字是胡韵阳。今天我要讲的题目是种西瓜。有一天，悠悠说要种西瓜，中中觉得这是不可能成功的事。悠悠说：“我要人定胜天，克服困难。”西瓜种了一个月后，还没有长出来。悠悠发现原来是水没加够，赶快亡羊补牢多加些水。两个月过去了，虽然悠悠一心一意、尽心尽力地照顾西瓜，还没有长出来。悠悠整天愁眉不展。中中觉得他坚持到底，没有往半途而废的精神很好，就买了一颗西瓜送给悠悠。